왜요? 怎么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如果像平时一样，你的同学不就不习惯了吗？嘿呀，这是谁呀？哦，我表哥。哦，表哥，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一起来吧。好啊。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？你穿学生装比这个好看，这个显你老。你没听说过吗？成熟的男人最有味道了。对了，你们今天在诗社里说的那些话，自己内部说说就算了，出去可千万要注意啊。哦。